生活中我经常跟他开玩笑，我说我们相差17岁，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多共同的话题？是因为你成熟的早，还是因为我太幼稚？那必然是你的问题，跟我没有什么关系。我这怎么翻出来的？哎呀，我出不来了，我出不来了，我出不来了。今天有对胡歌和吴磊相差17岁的兄弟情有爱到了。8月23日，电影《不虚此行》幕后采访视频曝光，胡歌说自己生活中经常跟吴磊开玩笑，我们相差17岁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共同的话题？到底是因为你成熟的早，还是我太幼稚？吴磊傲娇回应，那必然是你的问题，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笑死，两个人的心理年龄加起来还没我嫌那大吧。据悉，电影《不虚此行》将于9月9日全国上映，期待看到文善与小影星的默契碰撞。我是用文字送大家最后一程的人，你到底还能不能把我写出来？我的工作已经结束了。